气氛有点太紧张了，接下来我们来松快一下，看一看两边的朋友们分别准备了什么才艺，看看他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。看胖子如何展现另类之美，看瘦子如何与之 PK。 纳威吴群为何深情演绎劲歌热舞，胖瘦同台又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？敬请期待。瘦子和胖子分别出来了一位队员啊，哦，他跳的这是烤鸭舞。哦，冷艳佳人啊，对，这动作我一辈子做不了。三十年代老上海滩的风情，头上戴着羽毛啊，身上裹着羽毛，手里还拿着羽毛，这是一个胆子。躺下了。